作为演员，当聚光灯点亮，镜头靠近，甜美、鬼马、菩萨，都是我的样子。可是，怎样才算拍得好看呢？构图、参数、置景、嘴角扬起，保持在恰当的弧度，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，释放最饱满的情绪，仿佛一切都要准备好，才能定格最完美的瞬间。当我走出聚光灯，当我只是我自己，究竟我想要留下怎样的人生照片呢？那可能是在新年伊始的纯白初雪里，开心的大玩一场，恣意跑跳，放肆玩闹。也许头发被风吹得一团乱，也许睫毛沾上雪花，不够完美吗？但没关系，没有约定俗成的摄影公式，不用考虑光影和构图，这只是我想告诉你的一瞬间里发生的我的故事。就算已经按下一万次快门，反复捕捉这个相同的世界，依然会惊喜地发现，每次咔嚓声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当下，充满自由感和生命力。来日偶有相逢，白云苍狗，我想送你这一打无法复刻的瞬间。这才是我的人生照片。发丝级回眸抓拍神器 OPPO Find X7 系列，让你一拍封神。